那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呢，啊，曾经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有提过，啊，当这个生命与死亡面对面这个故事，这个是真人真事，啊，好，那这里呢这一段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呢，啊，也可以讲说是杀生的因缘果报。那么这位呢，就是啊，台湾去美国留学的一个叫蔡俊宏居士啊。那么这位蔡居士呢，他本身呢啊，移民到美国去。那么因为从事科技工作，赚了很多钱。那在跟客户的互动里面呢，跟客户的交往里面呢，那客户都会请他吃饭。他本身呢也很喜欢吃肉食，啊，他曾经讲呢，他说他入食万钱呢有五下住处，就是一天呢花一万块美金呢找不到一个可以动筷子的东西，他都吃腻了，吃太多了。所以他后来呢讲一句话说，一般人呢吃二十点的肉食量，他五六人就把它吃完了，啊，因为他这个。主要是追求成功，要好好享受人生，跟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看法一样，赚钱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享受啊，赚钱的目的就是要住豪宅啊，就要吃美食，就是要凡有游玩全世界，要吃尽天下的美食，这是一般人 的看法，那他也是一样，所以他当时就是追求成功，享受人生，就是他的想法。那后来呢，夜报现前呢，罹患骨癌，在1997年，他29岁的时候，他本来准备要结婚，他的朋友医生呢，因为他的朋友的太太呢得到癌症，所以呢他就去他朋友那边呢，他朋友说你就顺便检查一下，结果检查以后呢，没想到他的这个前臂的连接锁轴关节这个地方的骨头呢，医生呢说他罹患了一种罕见的游因式癌，啊，罕见的游因式癌，就是这种啊长这个骨头关节这个位置长了这个游因式癌。那么医生跟他研判呢，他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。那么这项判决呢，对他来讲如晴天霹雳。他呢认为他的人生呢完全崩溃，那么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投降。那么在做过化疗的过程里面呢，他身经受尽折磨，他每3个礼拜呢要做一次化疗，那么化疗呢药物呢会造成血管的硬化。那么有一次他在 病床那边呢，就看到护士穿的隔离衣隔离袜，他才问护士说怎么回事，怎么穿这么多的这样防护衣，护士跟他讲说这个化疗的药物非常的毒，只要皮肤去碰到呢，大概都会烂掉，他才吓到。那因为他全身的这个血管都打片了，也都没办法再打了，所以他只好在他这个胸口这边呢开刀呢做个人工血管，以便呢可以注射化疗药物，就是这里他在做化疗的时候呢，他全身的这个啊身体的手肘呢，几乎能打的都已经打了，那也都差不多溃烂，没办法弥合，所以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呢，那就做一个人工的这个血管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工血管呢注射160个小时，就7天不能拔出，所以7天7夜呢，他都是在昏迷不醒中度过。那后来癌细胞呢啊，从5公分长到7公分，他医生是请美国最顶尖的3位癌症的医生，每一位癌症医生呢都治疗过1000多个人，啊，那最后呢，医生呢宣布化疗失败，那给这位啊蔡俊宏先生呢2条路选择，一个呢另请高明，第二个死马当活马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啊，无路可走，惊恐万分，
这个时候呢，他开始面对这个死亡，他才感觉自己的渺小。啊，就是我们《泰山感应篇》这里面所讲的，啊，这里面我刚才读过的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动物，你看它这个不管是王克要杀羊，羊崩克而败树，啊，或者周身亏鹿，鹿贵气而吞身，等等，他在形容这个动物要被宰杀的时候那种惊恐害怕。他说：“其实人跟动物也没有什么不同，此际此状，以人何殊？啊，他们那种种种痛苦彻入骨髓，跟人也没有什么不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蔡金龙他因为医生说化疗失败，死马当活马医，那换句话说，必须要面对死亡了嘛。那么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呢，他内心非常恐惧，非常的孤单，而且无奈。”他说呢，他一辈子刻骨铭心。这时候他要写一首这个诗词出来，来形容他那时候的心情，那时候的恐惧。他说呢，胸口如有千斤顶，胸口这个做的人工血管是七天七夜昏迷。他说这个人工血管就像千斤顶，胸口如有千斤顶，苟且残喘一丝留。是为了求那一口气存在，继续生存下去，叫苟且残喘一丝留，日柱中天如生烈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度日如年，叫日柱中天如生烈。和风袭扰心火魂，外面风是吹得很凉啊，但是他内心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恐惧。就像一把火在烧，一把火在烧一样，所以叫和风徐扰心火魂，心中非常恐惧害怕。大姐将至黑白现，死期快到了，黑白无常快出现了，叫大姐将至黑白现。空有难舍且奈何，就算你想活下去，也不会给你机会了。也没有命呢、啊，叫空有难舍。你虽然依依不舍，但又能如何呢？叫空有难舍且奈何。老手家身无名牵，为什么今天会说到这个果报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无名习气造了这个杀业嘛。他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肉类了，啊，食物了。他当时怎么形容他自己呢？这个蔡继龙怎么形容他自己呢？啊？他说他在美国做科技的时候，搞科技的时候啊，几乎所有这个美食的，他全部都吃遍了，啊，所以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杀业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所以叫老手家身无名牵，啊，归气来兮归气来，这样到人生走一回呢，就要结束了，叫归气来兮归气来。这个是他当时在面对死亡，说医生宣布治疗无效以后，他面对死亡那时候的心情，他的写照，他特别用这首诗来形容他当时的这种恐惧害怕。那最后没有办法，走投无路了，求活菩萨。最后求活菩萨，他就因为他想要求活命嘛，人家就给他介绍读地藏经，他就开始读地藏经。读地藏经以后呢，那他本来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因为他一直在他的观念里面，他认为人可以升天，人定能升天。他后来被医院宣布死亡，宣布放弃治疗的时候，他才了解人力的渺小，反省自己的一生的造作，开始接触佛法。后来他体悟到活菩萨度众生有两种度法，一个是顺度，一个是逆度。顺度就是你很老实，业障很轻，你很听话，老实听话，真干，啊，业障轻，啊，听经闻法，行功立德，行善积德，能够依这个活菩萨的教诲来去修行，依法。老法师的教我去修行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顺度。
那逆度呢？逆度就是业障重的，习气重的，毛病很多的，很执着的，这叫逆度。或者呢，特别容易造业的，特别会迷惑颠倒的，这个叫逆度。这个也是会回头，但是呢，啊，他要经过很多的苦难，才有办法回头，才有办法反省，这叫逆度。所以他说他很感激活菩萨用当头棒喝的逆度，让他如梦初醒。他为了了解呢如何面对无常，所以他求法若渴的去日日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。他读到后来呢，觉得触目惊心，汗流浃背，因为他读到里面的经文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经文讲呢，其行各异，或多手多眼，多指多头，口哑外出，利润如箭，七诸罪人使尽恶兽，或上刀山，或下油锅，或斩首，或截肢，或山压成泥，或火烤成炭，复有铁鹰啖坠人目，复有铁蛇绞坠人颈，拔舌耕犁，抽肠挫斩，羊筒灌口，肉体缠身，万死千生，业感如是。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刚开始读的时候，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，他就在想说，诸大小鬼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后来他因为读这个地藏经，看到这一段经文，他开始反省。他说这些鬼王，这些鬼差，为什么这么没有慈悲心呢？为什么这么残忍呢？啊，就像我们前面有研讨过啊，啊，这个前面我们有研讨过啊。有人问呢、啊，有人问说，为什么地狱的苦报为什么做这么苦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残忍呢？那牛头阿旁就说了，啊，就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这么残忍的事情啊要这样做呢？那牛头阿旁就说了。所以因为人常常怀这个酷毒无慈悯心呢、啊、那这些罪恶呢，受这些痛苦呢，啊，他们做了以后，然后再出去，再造恶，再进来，不悔改啊。所以呢，他这样辗转受苦呢，啊，我以罪人呢，无一慈心呢、啊。所以牛头阿旁说，我对这些罪人呢，我没有任何的慈悲心啊，因为他知道作恶的人一定会在堕地狱啊，会在进来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蔡敬同呢，当时他的体会也是这样，啊，他说为什么这些鬼才这么残忍？后来他就想，他说他常常去吃这个啊，切这个牛排、猪排、鸡排呢，那这不就让众生上刀山吗？他去吃那个炸鸡啦、炸鱼啦，那不就是下油锅吗？那他去吃这个鸡头啊，有些人很喜欢去啃这个鸭头啊，哦，像台湾的这个食物里面也有一个烤鸭头的、烤鸡头的也有啊，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我们吃的就叫鸡爪，结果它就叫凤爪，其实它是鸡爪去烤的啊。他说这个鸡头跟凤爪无非是斩首截肢啊。哦、还有一般人很喜欢吃的香肠啊、烤肉啊，这不就是山压成泥、火烤成炭吗？还有一些人喜欢吃鱼的眼睛呢、啊。啊，像我一个莲友王居士的妈妈，她现在就是她的眼睛就是视网膜会剥离，视网膜剥离啊。那我就问她的妈妈说，你早期是不是很喜欢吃鱼的眼睛呢？她妈跟我讲说，对，早期的时候一天大概要吃三条鱼的眼睛呢。所以她说呢，食啖鱼眼，那不会就是铁鹰啖目吗？铁的那个老鹰在吃你的眼睛吗？叫铁鹰啖目吗？那大肠压舌无非是把手抽肠啊。那这个蔡敬同说，过去的我昏死无度啊，
那地藏经描述的第一的真实世界习气成形，而我就是那个异主跟恶鬼夜叉，这个是蔡金龙后来读地藏经的时候呢，他的一个忏悔跟反省，这个呢就是他开始觉悟了。如果你读地藏经，比如说你有生病，人家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你要去读地藏经108遍啊，你读地藏经21遍、49遍，乃至于你发愿读地藏经1000遍。如果你读地藏经，不知道像蔡金龙这样消归自信忏悔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老法师讲，你读经的时候要随文入观。什么叫随文入观？你要去唤起你这一念心。是不是跟活菩萨的心一样？你的心是不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？你的心是不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？如果是一样，你的业就会改变，你的业障就会消除，那是真正的忏悔啊！悔过去所造的作业，忏自己过去所造的作业，悔将来不再造作。你唯有把自己的心拉回来，跟活菩萨的心一样，跟观世音菩萨的心一样，跟地藏菩萨的心一样，你那个罪业才会真正的消除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信本自清净嘛，本自具足嘛，也就是慈悲是我们本具的，本自具足的慈悲的这个性德嘛。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个动物呢？为什么会造这个杀业呢？来感到这个业报呢？所以你如果要读经来忏悔，一定要依佛的教诫来落实，去实行，去落实，去立行。这样的话，你的业障才有办法去改变。这样呢，就是随文入观，消归自性。所以读经呢，经典本身就是一面镜子，让你来反省，让你来忏悔。你读无量寿经也是一样，无量寿经就在讲我们阿弥陀经跟我们讲的一样，在讲信德啊，都在讲我们自信的功德啊。你有没有做到这个自信的功德这个境界呢？这叫读经的功德。这样去读经，这个读经就会灭你的罪业，灭你的烦恼。那后来蔡金龙呢，他最后的领悟呢，他说做人呢要有一颗仁慈的心。他说世间没有一个有情众生，有一个动物心甘情愿的愿意丧失他的生命来成为他人的肉食。他说我们真的需要夺取有灵性的生命才能满足吗？他说冷静分析的结果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理由，就是口腹之欲，就剩下口腹之意而已。最后呢，他虔诚的发愿啊，他读了地藏经忏悔以后，他自己虔诚的发愿，他要吃素，而且呢，他要跟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的跟观世音菩萨立行菩萨道。他发了两个愿，第一个，我将吃素呢，而且不再杀生，他这就是断杀业。第二，我愿生生世世追随观世音菩萨的脚步，力行菩萨道。那是因为为什么他会发这个大愿呢？所以你看，他忏悔完了以后，就会发这个大愿。他因为他在病中的时候呢，他日日祈求奇迹出现，解救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呢，他自己的命呢，就是自己救。他后来就也领悟到，那些动物在生命受威胁的时候，何尝不是如此的哀求？所以呢，临到鬼门关前，这是蔡金龙的体悟。他说，临到鬼门关前，了解众生对于生命的执着，亦如我般无二无别。我深自反省，不愿再危害众生的生命。所以他后来也觉得说呢，以前他的焦点总放在怎么样赚更多的金钱，直到人生走到尽头，发现自己将一无所有的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份惊吓终于激发出他内心仅存的一点点慈悲心。
我们不厌其详的把蔡敬宏的故事讲得这么清楚，就让各位说了解蔡敬宏怎么去改变他的业力，为什么他已经要面临死亡了，为什么可以再从鬼门关回来呢？为什么可以再重回他的生命呢？他得到这个义理之身，就是他有所领悟了。后来他就发愿吃素以后，刚开始当然也是不太习惯，啊，他也是逐步逐步的这样做啊，先开始前两年做调整，啊，然后最后三个月呢，第一个月吃早斋，第二个月吃早斋跟午斋，最后三章全部吃素。他吃素吃到11年以后，他到医院去检查，癌症专家非常惊讶的告诉他说，所有检验都显示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不存在，而且痊愈了。啊，最后呢，他体悟到一个因缘果报的道理。他说，一般人都把我活下来的奇迹归功于素食对健康的正面效果。但身为佛弟子，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，我对于即使悔垢、忏除业障的功德深信不疑。他为什么可以活过来？可以面对死亡以后呢？癌症细胞全部不见了，根本原因就是这里几句话：即使悔垢、忏除业障，他深信不疑。啊。所以他现在呢，都到处在美国呢，啊，劝人家吃素，然后推广这个健康的这个素食，哈，他现在都在美国呢，啊，你看到处在劝人家呢，啊，这个啊，做素的东西，吃素的东西，这是有机的这个健康的食物，哈，他都在美国，啊，现在都到处在宣导吃素的好处，这就是啊。真的是忏悔改过呢，戒杀放生啊，是消灾延寿啊，解除病苦最好的一个方法。换句话说呢，文昌帝君呢是专管人间的功名富贵，谁该考起功名？啊，这个文昌帝君那边都有这个名录。我一个同学呢叫邱华金，他在我们景大的时候呢，他的孔孟学说比赛呢就是第一名，他德行非常好，口才也非常好，文笔非常好，他也到美国去拿个硕士回来，然后在台湾呢文化大学拿到博士，法学博士。他跟台湾的一些公务人员比较不同的地方呢，是比较特别，他会讲经说法，他会讲道德经，老子道德经，他会讲道家的文昌帝君阴之文。他在台湾的全国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训练里面，他到处去演讲，去讲法规。因为他官校毕业以后，我们同学都到检察机关去当官，只有他例外，他就开始离开警察系统，他就到台湾的考试院呢去当科员。他短短的三四十年。他从科研干到最近呢，刚升到啊考选部的部长，台湾的考选部部长，等于文昌帝君呢专管人间的功名利禄。所以我同学邱华金呢，他本身呢都在讲善语、劝善的话给人家听。他还编了一本书呢，给人家修身养性的。一个近思路，他自己编写出来的清凉法语，大概100句清凉法语，都是鼓舞人心、鼓舞人家修身养性的、鼓舞人家尽德修业的。
清凉法语，他的文笔非常好，所以我常笑他说：“你会不会是文昌帝君再来的？”结果没有想到，他现在是主管全台湾的考试的考选部长。他长得也文质彬彬，德行非常的好，可以讲说真的，他做到我们这里面讲的孝跟敬，他全部都做到了。